嗨，大家好，我系 Lily。今日咧，大家都系睇氹仔市中心一个538万嘅占两房。咁呢度咧系897尺嘅。呢入面咧，佢冇晒任何位，系一个厅。咁咧，客厅咧，电视可以摆呢度，嗰边咧就可以摆饭台。个厅都唔细，咁呢边咧本身有个露台嘅，咁业主咧就推咗出去，但系做咗一个花炉，都方便晾衫嘅。首先我哋右手边呢个厨房。如果一家子咧三四口咧，这个厨房咧完全够用。呢个其中一个房间，好光猛噶。呢度系厕所。咁呢间系第二间房，所以总共两间房，一个厕所，不过全屋都有窗嘅。咁如果你想玩氹仔508万嘅两房嘅话咧，我还翻我，我带你过嚟睇，谢谢。中意影片嘅朋友记得 like and share 我哋。想知更多市场资讯，关注我哋中原澳门及环球 Facebook 专页或视频号啦。